即係譬如 Google 咁樣咧，Google 你之前都提及過，即係佢嚟緊佢都會拆股啊嘛，係啦，咁佢都公布咗，咁又即係佢具體個操作上面應該點做咧？其實Google 我理身我都有倉啦，但我都減咗少少嘅，即係我係因應翻個市況，我就減翻啲啦。但係都係希望低位可以買得翻，因為 Google 拆股就應該6月先做嘅，同埋我覺得即係呢一轉都係炒龍頭啦，美股你 Google 啊、Apple 啊、Microsoft 嗰啲都係強勢嘅，我就幫住呢一堆嘅股票去買，同埋我諗都係會長少少嘅，都我覺得你話拆股嘅，我諗當係錦上添花咯。但係你話如果中長線，喂，講真，你 Google 啊，你所有，我諗香港人計啊，好多嘢都係用 Google 噶啦，即係相關嘅你話 Mail 好啊，或者係直播平台好，咁我諗即係中長線計都冇乜特別問題嘅，係睇下咩揾個靚位去買咯，即係Google。